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19年4月21日，星期日，欢迎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主要 TV 新闻早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参与互动话题讨论，您还有机会获得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图书以及吉视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吉视网以及吉视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和吉林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一直到今天下午的3点，我省大部地区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预防工作。同时，吉林省气象台昨天上午还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上午，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西部有5到6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7到8级，部分地方伴有沙尘天气。此外，吉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我省中南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提醒您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15到18度之间，长春晴，最高温16度，最低温6度。好，了解完天气，我们来看新闻。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昨天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青岛举行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活动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军副司令员邱延鹏介绍，将在本月23日举行各国海军舰艇海上阅兵仪式。发布会透露，最受关注的海上阅兵将于4月23号在青岛及其附近海空域举行，采取舰艇单纵队航行、飞机梯队跟进的方式执行海上分列式。除中方参阅兵例外，俄罗斯、泰国、越南、印度等10多个国家的近20艘舰艇将参加检阅活动，包括驱逐舰、护卫舰、登陆舰等不同类型舰艇，它们都是各国海上力量的代表，将与中方舰艇一道，向世界展示维护和平、共谋发展的坚定决心。中方参阅舰艇和飞机包括航母辽宁舰、新型核潜艇、新型驱逐舰、战机等，有些舰艇是第一次亮相，其中受阅舰艇32艘，编为舰艇群、航空母舰群等6个群，受阅战机39架，编为预警机梯队、舰载直升机梯队等10个梯队。第四届中国航天日即将来临之际，我国民营火箭再创佳绩。19日下午16点，随着一声巨响，民营企业林克公司在山东龙口将以可回收火箭发射升空。火箭在距离地面40米的高度飞行了大约30秒，之后被悬停回收。林克公司表示，此次试验呢，主要验证了火箭低空发射以及回收技术的可靠性。今年的下半年还将在青海开展公里级火箭回收试验。公司的最终目标是微小卫星发射市场，计划在2021年实现首款小型商业运载火箭新航线一号的首飞。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由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省妇女儿童基金会主办的2019年度微光行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百千万行动计划在长春启动。2015年，省妇联创立了微光行动公益品牌，成立微光爱心联盟，面向贫困、留守、特殊妇女儿童及家庭提供微服务，满足微心愿，完成微梦想。活动自开展以来，已有40多家爱心企业加入微光爱心联盟，筹集资金164万元，为近2万名孩子圆梦。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最近劣质安全帽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一线工人生产安全的关注。之前呢，有记者在北京的劳保市场上买到了价值4-5块钱的劣质安全帽，进行检测之后证明这种安全帽的质量很差，一碰就碎，根本起不到应有的防护作用。19日，记者再次来到了大型建材批发市场，暗访发现这些劣质的安全帽仍然在销售。这是一家位于北京通州的大型批发市场，在走访的数家劳保用品店铺中，记者发现售价在5到8元的3无安全帽仍然充斥着整个市场。记者随机走进了几家商铺询问。有便宜的5块的，还有再便宜的，从黄色 M4 价位都有。
还有最还有便宜的。便宜的那个，你上这儿，你要要的都能便宜，5块是吧？4块、5、4块都能给。而这些廉价的安全帽，无一例外都没有生产标识和生产日期，也没有四项永久性标志。有些安全帽上只贴着一张纸质安件标签。虽然一些商家声称这些安全帽都是从厂家直接订货，但当记者进一步询问厂家来源时，不少商家都回答不上来了。你们是从厂家直接订的吗？还是？在北京的劳保市场上，记者很容易就能买到劣质的安全帽。随后呢，记者又在上海、深圳两地进行了调查，结果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在深圳，记者走访了几家劳保用品商店，发现店里的安全帽价格有高有低。商家告诉记者，用户之所以要买便宜的帽子，有一部分原因是应付工地的检查。这种十五，这个两个样子，这个10块，都是工地人来买。一般工地用的严格要求就用这个吗？那有没有就买那个便宜？买那个有啊，那就是应付一下嘛，知道吗？有时候检查应付一下检查。在上海市某商圈的一家小五金杂货店，记者提出要购买安全帽。商家随即从隔壁仓库拿出红色、黄色两种价位的安全帽供记者挑选。记者发现，这款黄色安全帽售价8元，没有帽衬，材质轻薄；另一款红色安全帽售价为20元，有内衬且材质稍厚。当记者质疑起8元安全帽的质量时，商家说，很多建筑工人戴的都是这种安全帽。这个材料肯定是不是？不隔胎也能烂，安全没问题的。那工地上给工人发的都是这种，那有的时候他只要检查呀，你看哪个老板，特别是私人老板，哪个老板给工人发20块钱一个的安全帽？在另外一家规模较大的劳保用品商店，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看到媒体曝光安全帽问题后，他们已经把质量不达标的安全帽都下架了，目前店里的安全帽都是质量合格的产品。不过一些过了保质期的安全帽还在做降价处理。记者在暗访中也了解到，这些劳保店里的安全帽主要是卖给包工头或私人承包商，比较大的施工单位一般会有自己固定的安全帽供应商。业内人士表示，这样的情况的确存在。安全帽不安全让人细思极恐啊！既然国家有了明确的相关标准，就要按照标准去执行，如今出现了劣质的产品，就该好好的查一查是谁在罔顾工人的安全。这人命关天，容不得胡来，也期待监管部门可以尽快的行动，依法严查脆皮安全帽，为一线工人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继续来看新闻，这几年呢，蛇、蝎、蜥蜴等特殊宠物受到了众口味爱好者的青睐，从而在宠物市场上是水涨船高。近日，深圳罗湖口岸就截获了一批未经检疫的爬行动物，总量高达160余只。从监控画面看到，在罗湖口岸出入境大厅，一名女性乘客手提一个装满物品的塑料袋，行色匆匆，神情异常，被海关官员当场拦截。当时截停那名旅客以后，发现她明显有点慌张，然后我们打开她的塑料袋，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塑料盒子，里面装的是一条蛇。然后有一些腥臭的味道，然后经过仔细的清点，发现里面还有其他品种的爬行动物密密麻麻的放在盒子里。经过现场清点，该旅客共携带了17只蜥蜴、4条宠物蛇以及139只形似壁虎的活形动物，总计160只。据后续鉴定，该批壁虎的学名为鳄鱼手工，主要分布在南欧、北非等地区，以昆虫、小型蜥蜴为食。因为它们颜色鲜艳好看，好养活，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新宠。据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国内兴起了一股饲养新型宠物的潮流，不法分子看到其中的商机，就企图从香港采购，偷带过境至内地进行贩卖，以赚取差价。而事实上，未经检疫的活体动物是不允许带入境内的。因为这个未经检疫的活体动物对当地的可能携带疫病疫情，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可能造成威胁，而且对接触者本人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提醒广大的旅客在出入境前要充分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
既然说到了宠物的话题呢，就不得不提一下我们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汪星人。文明养犬啊，出门遛狗的时候给狗拴绳呢是一种责任担当。可是呢，有这么一户人家，遛狗的时候没有拴狗绳，结果把一个孩子给吓得够呛。这一幕发生在深圳龙岗的恒裕嘉诚小区，当时业主宋先生带着小孩回家，他到地库停车，小孩跑去等电梯，没想到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几条大狗窜了出来，有几条狗在追着他跑，结果就那几条狗也把他追上了，结果追上了就摔了一跤，狗就踩在他身上过，然后我就追过去把他赶开了。幸运的是这几条大狗并未咬人，宋先生的小孩也只是磕上了膝盖。事后这几条大狗的主人傅先生也专程表示了道歉，不过宋先生觉得对方不拴狗绳实在是太不文明了。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起事件发生在2月份，物业接到投诉后立即上门和养狗的业主傅先生沟通，傅先生也承诺改进自己的行为，不过仍有其他业主觉得不太满意。我们会在小区各个地方粘贴这些文明养犬的一些宣告，我们平时在巡查中也会加强去宣导，有看到没有拴狗绳没有戴口罩的都会做出一个温馨提示。对此深圳宝龙街道执法队对傅先生开具了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他限期内改正不文明养犬行为，责令当事人对他的那些犬只然后影响他人正常休息和工作的然后进行制止，然后就责令当事人自行整改嘛。宠物监管不严，吓到孩子当然是不好的，这必须得改哈。在这一点上，宠物的主人责无旁贷。但是如果换个环境，您领教过这些熊孩子们的厉害吗？单凭言语上的杀伤力，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扛得住的。最近呢，有一位爸爸在辅导孩子做作业的时候，甩出了40米大砍刀的梗，但是没想到这孩子啊，瞬间接住了。你怎么写的啊？5米长的钥匙，洗衣机高1厘米，15米长的铅笔，你信不信我抽出我40米的大砍刀？40米的大砍刀刚好像我15米的铅笔，刚好像我15米的铅笔。反应之快，逻辑之帅，有理有据，无懈可击啊！写作业不太灵光，但是回嘴那是一套又一套的。心疼一下那些每日陪在熊孩子身边辅导作业的家长们。那接下来还是一则有关小朋友的新闻。12日，重庆消防接到了一名小学生的报警，没想到他竟然要投诉老师拖堂。喂，你好。我想投诉电话，这个你让你们老师接电话。我们老师走了，每天讲课。每天不是接近一个小时放学。喂，这里这边老师放学，你这么想的还在讲。你是说已经放学了，老师还在讲对吧？对，我是每次一下都不我们老师投诉电话，对不对？投诉电话，我这里是消防队，没有你要的投诉电话。那你给叔叔讲一下行不行？电话就这样挂断了。消防员叔叔呢，刚想送上心灵鸡汤，就被小家伙给硬生生的憋回去了。看来就算是消防队也扑灭不了宝宝心中的怒火。而这位勇敢的小朋友也是一怒之下做了好多同龄人想做又不敢做的事儿。但是话又说回来，还是消消火，好好读书吧。来看救援现场。近日，四川甘孜州消防支队接到报警称，有5名游客被困在二郎山，消防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救援。消防人员通过附近村民的指引，找到被困人员所在位置。就在318国道上方约30米高的悬崖上，由于悬崖过于陡峭，消防人员绕到山后，距离被困人员稍近一些，便向他们抛投绳索，然后携带救援工具攀爬到被困人员所在地，帮助他们系好安全带，再用安全绳一个一个把5名被困人员送到山下。经了解，被困的5名游客当天正在徒步行走318国道，由于天色已晚，他们为了尽快下二郎山，便舍弃国道，从二郎山山脊沿水渠下山，结果在庄子沟大桥处遇到断崖，被困山腰。
到当晚九点多，五人均安全脱困，身体并无大碍。最近，湖北省交通厅高速路民警带着感谢信来到了河南郑州，向当地的一名小伙子表达敬意，感谢他见义勇为，帮助挽救了一整车人的生命。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看报道。3月25号下午4点10分，河南小伙何云涛开车行至涪银高速湖北段时，发现前方一辆大巴车的后置发动机突然着火。何云涛立即驾车加速追赶大巴车，并猛按喇叭提醒司机注意。但由于车流量较大，大巴车司机并没有察觉，一直没有减速。眼看着大巴车尾部的火势越来越大，何云涛心急如焚，他冒险超车，逼停了大巴车，随后拨打了报警电话，和一名路过的司机一起疏散大巴车上的人员。在看到大巴车司机和42名乘客安然无恙后，何云涛悄然离开。根据报警电话记录，湖北省高速公路警察总队最终联系到了何云涛和参与救助的一名湖北司机，并派专人赶到河南郑州，感谢何云涛的见义勇为。何云涛说自己当过几年兵，对他来说这次的事儿是举手之劳。举手之劳嘛，一件小事，你通过你的一个小小的举动，你能挽救这么多人的性命，我感觉这个事每个人都会这样做。15日凌晨，贵州石阡县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涉嫌酒后驾驶摩托车的男子在摩托车失控侧翻之后，被后方驶来的小轿车碾压受伤，而这辆小轿车的驾驶员也涉嫌醉酒驾驶。监控画面显示，当天0点25分，一辆摩托车径直撞向了路边停放的车辆尾部，驾驶员被甩到了道路中间。大约10秒钟后，一辆从后方驶来的小轿车直接从驾驶员身上碾过，稍作停留后肇事车辆逃离现场。随后一位路过的群众将伤者送往医院并报了警，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并通过调取监控系统排查锁定了肇事车辆和车主。不到2个小时，便在距离事故现场5公里外的一个路口找到了肇事车辆，并在车主王某家中将还是满身酒气的王某抓获。通过呼吸式酒精测试，王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163毫克，已经涉嫌醉酒驾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王某竟然还是被他自己驾车碾压后受伤的摩托车驾驶员廖某某的朋友。多少瓶？大概30多瓶。喝了30瓶啤酒。除了那个，你朋友是哪个？刘邦宇。他坐你的副驾是不是？没有，他骑的是前面走，我的后面，我送他回家。你车上还有哪个呢？车上没得人。目前被碾压受伤的廖某某还在医院接受治疗，没有生命危险。而当天经过酒精测试，廖某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64毫克，属于酒后驾车。民警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廖某某处以扣12分、吊销驾驶证6个月。王某由于醉酒驾车肇事后逃逸，已经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近日，上海市一名80岁的老人携带着10000元的现金到银行准备转账，工作人员呢在为其办理手续的时候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儿。庚先生和他的11位好友在无锡游玩时，认识了一位自称是无锡当地的做募捐的人，他称无锡有许多的历史古建筑因年久失修，急需修缮，但缺少资金，希望温先生能尽快将善款打到一个私人账户上。随后，银行工作人员分析，正常情况下，即便是当地古建筑确实需要募捐，也应该是转账到一个对公账户上，而不是个人账户。银行工作人员一边劝阻老人暂停汇款，一边按照老人提供募捐人的手机号码进行核实，并报警。随后民警赶到现场，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核实后，发现这个募捐就是一场骗局。经调查，犯罪分子跟翁先生描述的古建筑因历史原因急需修缮完全是子虚乌有，并不存在，是犯罪分子利用老人的善心进行的恶意欺诈行为。此时翁先生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并立即电话通知了其他10多位也要进行捐赠的好友停止转账，避免被骗。目前警方已对此展开调查。
新闻导报，热点全知道。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法国巴黎圣母院大火的后续消息。法国文化部长19日说，发生火灾之后，巴黎圣母院中珍藏的所有画作都在保存完好的情况下被成功转移。这些画作中的大部分可以追溯到14世纪。李斯特说，画作并没有被损坏，仅仅经过简单的擦拭和烘干就可以恢复原状。Donc ça y est, ces tableaux peuvent être retirés, déposés et transportés dans des réserves sécurisées et dans des conditions de conservation adaptées. Ce qui est évidemment très rassurant, la très bonne nouvelle, c'est que ces tableaux n'ont pas été abîmés. Il va falloir les nettoyer, les dépoussiérer, les déshumidifier, parce que étant donné l'eau qui a été versée dans la cave, même pas de déshumidification, me dit-on. Voilà.李斯特还透露说，巴黎圣母院中珍藏文物的大约90%在火灾当天就已被成功救出，而剩余文物位于巴黎圣母院的拱顶，这些文物只有在消防人员对巴黎圣母院的拱门加固之后才能被取出。美国司法部18日公布了经过删减的通俄门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没有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通俄，也无法认定特朗普妨碍司法。不过，民主党方面不愿就此善罢甘休，坚持要看到完整版的通俄调查报告。19号，担任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民主党议员纳德勒向司法部发出传票，要求司法部在5月1号前提供无删减的完整版通俄调查报告，以及大陪审团的证词和其他未公开的材料。此外，纳德勒还要求司法部长巴尔以及负责通俄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分别到国会出席听证会。美国司法部18号公布了米勒所完成的关于俄罗斯涉嫌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调查报告的删减版。报告显示，虽然俄罗斯试图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特朗普团队也期待从俄罗斯的干预中获利，但特朗普及其团队没有蓄意或有意与俄罗斯方面沟通或共谋，以影响选举结果。关于特朗普是否涉嫌妨碍司法的问题，报告称，特朗普有试图妨碍米勒团队调查的行为，但未明确这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报告说，本报告未得出总统涉嫌犯罪的结论，但同时也不能证明其清白。报告公布后，特朗普及共和党一方普遍感到欣喜，民主党一方则表示不满。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发表联合声明，称司法部故意扭曲了报告的许多内容，并指责报告没有对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得出结论，是受了司法部影响。他们还指出，报告显示特朗普竞选团队在大选期间知晓俄方行为，但却未通知美国执法部门。此外，鉴于报告中的不少内容被删减，一些民主党议员还呼吁司法部公布全部文本，以进一步消除公众疑问。美国社交网络平台脸书公司近日再度被爆出涉及到用户隐私的问题。美国商业内部网站报道称，脸书公司在用户并不知情也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收集了用户电子邮件里的联系人信息。对此，脸书公司辩解称这是无心之过。脸书公司18号表示，从2016年5月开始，他们无意中上传了150万名新注册用户的电子邮件联系人信息。原来，这些新注册用户在注册脸书账号时使用了电子邮件登录，在注册时，脸书要求用户验证电子邮件密码，这导致这些用户的电子邮件联系人被脸书获取并上传。脸书公司的声明称，今年3月，他们已经停止了验证电子邮件密码作为注册的必要程序。目前，他们已经修复了潜在的故障。这些上传的电子邮件联系人信息没有被泄露，并正在被删除。但业内人士表示，这一问题不可小觑。脸书公司近来被爆出许多与隐私相关的问题。例如，他们将数百万用户的密码以可读格式存储在其内部系统中，员工可以随意查看。去年，英国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公司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获得了数百万人的脸书个人资料信息，被指用以推送政治广告，影响选举。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一名发言人19日称，将招聘有所谓特定技能的外国人参与福岛第一核电站废墟的清理工作。据报道，东电已与数十家合作企业围绕福岛第一核电站废墟清理进行了讨论。在相关会议上，东电就接纳有所谓特定技能的外国籍工作人员进行了说明。目前每天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工作的大约有4000人，主要是东电及其合作企业的员工。事实上，自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以来，电站的去除污染工作就饱受争议。有联合国专家曾于2018年表示，数以万计参与清除核辐射污染的工作人员可能遭受不公正待遇和有害辐射，而这些人中据信就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申请避难者和无家可归者。此外，在2018年还有爆料显示，有建筑企业雇佣外国研修生参与除染作业，而且克扣本应该发放给他们的特别补贴。当地时间19日中午，日本东京发生了一起车祸，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肇事的司机呢，是一名87岁高龄的老人。这次事件再次引发了日本各界对高龄司机涉及夺命车祸的关注。这起车祸发生在东京市区，当地时间中午12:25，87岁的肇事司机开车接连撞上多名路人和骑车人，还撞上了一辆垃圾车。伤者中，一名3岁的女孩和她的妈妈在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警方正在调查车祸原因，有目击者称肇事车辆闯了红灯。在日本，持有驾照并没有年龄限制，而且在不少城镇和农村地区，公共交通不发达，人们出行只能开车。这在老龄化程度越来越深的日本，给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了隐患。日本警察厅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日本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持续下降，但老年驾驶员造成的交通事故频发。2016年，日本超过1/4的夺命车祸的肇事司机年龄超过65岁。2017年，日本全国的交通事故中，多达55%都与高龄司机有关，而大多数事故的原因是司机误把油门当刹车踩，或者失去对方向盘的控制。去年5月，日本神奈川县毛崎市就有一名90岁的女司机驾车时闯红灯，撞到多名行人，导致1死3伤。日本警察厅去年曾发布报告说，截至去年3月底，超过210.5万名驾照持有人接受认知功能测试，其中超过5.7万名老人疑似患有认知障碍。去年10月，日本长野儿童医院诞生了一个有些特殊的宝宝，因为早产，这个宝宝出生时的体重只和一个苹果差不多，被称为世界最小新生男婴。几个月过去了，这个小宝宝已经准备好去面对外面的世界，因为他终于可以出院了。小龙佑现在的体重已经快7斤了，而去年10月1日刚出生时，他的体重刚过半斤。小龙佑的母亲关野俊子怀孕24周0.5天时，因为高血压必须终止妊娠，接受紧急剖宫产手术，生下了小龙佑。孩子当时体长只有22厘米，体重只有258克，打破了先前另一名268克重的日本男婴创下的世界最小新生男婴记录。ずっしり最初感覚がないぐらい軽かったんで。医生将小龙佑送到新生儿监护室，用输液管喂养他，有时还用棉签蘸着母乳送到他嘴中。管がもう本当に針よりも細いような状態で。最近ではいろいろミルクを飲んだり、お風呂に入れたり、本当に成長を感じて嬉しく思っています。根据美国爱奥瓦大学收集的最小存活新生儿记录，2015年在德国出生的一名女宝宝以252克的体重成为世界最小新生女婴。有医疗数据显示，在体重过轻的新生儿中，男婴的存活率远低于女婴。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本周 NBA 季后赛首轮全面打响，16支球队捉对厮杀。目前东西部各支季后赛球队的形势如何呢？一起来看一下。
西部季后赛形势依然是充满戏剧性，卫冕冠军勇士在轻松拿下第一场之后，却在第二场被快船完成31分的大逆转，成为联盟季后赛历史上的尴尬纪录。而西部第七的马刺出人意料，以2-1领先西部第二的掘金，德里克怀特再次成为奇兵，单场36分创下季后赛生涯新高。火箭面对老对手爵士拿下2连胜，有望在余下的2个客场里拿到赛点，甚至可能完成横扫。东部方面形势较为清晰，雄鹿、七六人、凯尔特人都早早进入了状态，在各自系列赛中建立领先。猛龙与魔术之间的较量相对焦灼，就看哪支队伍接下来能拿出最佳表现。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金融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看全国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末江南、华南仍然多雨，其中广东、重庆、四川、湖北局地有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我国降雨范围较大，由北向南形成一条 C 状雨带，其中广东、广西、湖南、贵州、重庆、四川、甘肃、陕西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减弱。傍晚开始，北京出现小雨，全市平均降雨量6.5毫米，城区平均5.6毫米。白天，北京仍有小雨，由于湿度较大，北京南部地区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南方降雨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广东、重庆、四川、湖北局地仍有大雨或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周日降雨区域较为分散，江南东部、华南西北部雨势较强。气象专家提醒，四川、重庆等地局地降雨量大，山区要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我们再来看省内的总体天气情况。吉林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和吉林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一直到今天下午的3点，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长白山保护区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提醒有关生产经营单位注意做好预防工作。请广大市民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野外一切违规违法用火。同时，吉林省气象台昨天上午还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上午，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西部有5到6级的西南风，瞬时风力可达7到8级，部分地方伴有沙尘天气，请您做好预防工作。此外，吉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我省的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提醒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15到18度之间，长春晴，最高温16度，最低温6度。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晴，16到60摄氏度。白城晴，17到5度。松原晴，16到4度。四平晴，17到4度。辽源多云，17到2度。吉林晴转多云，15到2度。通化晴，17到3度。白山多云，16到-2度。延吉晴，18到-1度。长白山晴，15到-4度。长春晴，16到6度。最近天气转好，气温也升高，但是风还是比较大的，您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风防沙的工作。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 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精美图书等奖品，以及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也欢迎您继续收看吉林卫视稍后播出的省长热线回声。明天同一时间再见。